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咁，今日呢个三月二十七号嘅《啤李晚报》啊，今晚我哋好多嘉宾啊，咁大家真系千祈咧要喺度留座啦 ，get in front not behind 啊，千祈唔好落后啊！好啦，嗱，我哋讲下新闻先，我哋快快脆脆咧，费事做咁耐啊！咁啊，首先咧，今日嘅头条咧就都系讲下港铁加价啦。嗱，港铁咧即系加价，即系而家百物勤贵啊，又话呢样能源又话贵啊，人工又贵啊，都无可厚非嘅。有阵时，正所谓咩可加可减机制，睇翻两铁喺2007年合并。可加可減機制咧，就喺當年咧，即係就2007年啊合併嘅時候減過一次之後咧，2021年咧又減過一次1.85%，但係咧由2007年到到而家14年咧，都係不斷加價嘅，即係除咗嗰兩次之外。喂，咁而家搭地鐵我嗱，我冇搭啊，我唔搭地鐵嘅，因為我就算唔揸車，我多數中意搭巴士喺路上面行嘅，偶爾搭下地鐵譬如過海咧，喂就咁望過去10幾蚊嘅咯喎。係啊，好貴啊！嚇、啊，所以有陣時你真係唔知點講嗱，呢啲係政治嚟嘅。嗱，我睇下先，我唔好理佢個可加可減機制個道理係點樣，你淨係睇下原來舊年咧港鐵嘅利潤有70幾億賺喎、啊，當中地產嗰度咧即係發展地產嗱，以前發展地產嗰條數咧係一條大數嚟嘅，對於港鐵嚟講20億。即係話咧，港鐵靠佢自己嘅營運咧，佢賺咗50幾億。OK， 咁你唔減價唔緊要啦，你唔好加價啦。3% 話多唔多，話少嗱，對於一啲基層大眾嚟講咧，都係一件事嚟。譬如而家已經搭緊15蚊車，嗱佢未出嚟，究竟會點樣加價嘛？喂，你10% 咧就過半，佢哋嘅1%。屌你咩毫幾子啫嚇毫啊咁你而家3%4-5毫子咯一個月10幾蚊一個家庭咧可能就加咗譬如你三人家庭啊40-50蚊屌唔通會死咩嗱先唔好講咧即係大家我哋基層出身咧喂有啲真係捉襟見肘得好緊要即係1毫子1毫子都要計嘅買棵菜咧都要企喺度等。話諗嗱，呢啲係我10年8年前開始喺街市見過，但係其實喺我80、90年代成長真係冇呢啲事情。OK， 因為嗰時菜價比較平啊。好啦，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嗰、那個，因為港鐵除咗上市公司之外，都係半個官，即係官方機構啦。喂，你嗰個信息真係好撚差咯！喂，帶出嚟嗰個信息，啲可加可減，當年我都屌實係有加就冇減，咪都係啦，年年要賺到盡啦。喂，仲有喎。你地產管理費嗰筆都賺好多啦、啊，點解仲你仲加價啫？我補貼翻落去啊！老實講，你用我都話啦，舊年賺70幾億，撇開咗地產嗰啲20億賺咗、你都50幾億，即係淨係港鐵呢一橛啊！真係營運港鐵啊、鐵路啊，都有50幾億賺。咁你仲加咩價啫？係咪先？經濟差，甚至應該減價兼啦，仆街！喂，真係老實講，你呢啲係政治智慧啊！嗱，真係唔好咧，嗱，做人做嘢做事都係嘅，即係包括，不如我哋睇宏觀啲，睇國際政治啦。其實我就唔知而家拗乜嘢做乜嘢嘅，有啲邪惡勢力咪打柒佢咯，好撚簡單嘅咋，真係屌你啲真！喂，成日喺度咧講埋佢用埋嗰啲咩？喂，我哋唔可能夠自己變魔鬼啊！嗱，呢啲又係啊，因為我哋要個法律精神啊，要呢樣嗰樣啊。嗱，因為係有人撐佢喎，因為嗰個嗰陣時立法會通過咗啊嘛。但係政治啊，即係不能夠一本通書睇到老啊！你而家咁嘅形勢環境，香港咁嘅氣氛啊，嗱，你好似我睇下呢一個港鐵嗰個發言人啊，佢話咩咧？佢就解釋咗點解啊，佢哋要加價。嗱，首先咧，我哋睇下先嗱。佢而家咧所謂調整票價嘅方式啊，嗱我每年都講一次嘅，但我成日都唔記得嘅。有兩組數據嘅，包括上個月12月嘅上年12月嘅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嘅按年變化啊，同埋對上一年12月用12月啊運輸業名義工資數嘅按年變化，將兩組數字咧加埋除二嚇。好啦，咁啊如果啊再減去同港鐵
香港物業發展的利用掛鈎的生產力因素，不知道什麼生產力因素啊，計算之後呢，如果漲幅或者個跌幅達到 1.5% 呢，就可以觸發加價，達到 1.5%、嗯、如果 向下 1.6% 啦，亦都可以觸發減價的。好啦好啦，睇返數據，上年12月運輸業名義公司指數呢按年升了 5.2%， 12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呢就按年升了 2.4%，咁其實你嘅怎計已經係7.幾啦，除二係3.幾啦。好啦，生產力一數咧就係0.6%，按照港鐵個票價調整機制咧就可以加價3.2%。好啦，但係因為有個封頂機制喎，又有封頂機制喎，咩叫做封頂機制咧？就係、是、去年第四季，即係2023年第四季，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數咧，按年只係升咗3.09%啫。嗱，所以雖然佢可以加3.2%，呢個咁嘅發現話。不過因為我哋有個封頂機制啊，所以我都係跟加你3.09咋。至於個0.011咧，唔係唔加，褪後啲加。即係其實都係加。即係你講到咧，仲要好似好撚，嗯，即係仁義啊。喂，其實嗱，封頂機制應該點樣行嘅？係封頂機制，譬如我嗰年可以加8%，係最多3.09%，咪加3.09%咯。你邊有可以延後嗰啲？我今年未加啲，比如然後下年後面加㗎。喂，唔係其實黐撚線打我而家係講政治咧，就係、是、咧，喂，你可以講曬啲數據出嚟。不過港鐵同香港一齊成長，係嘛？咁我哋檢視過而家香港嗰個經濟喺疫情之後。啊、都要咩嘅？為咗市民氣氛，我哋見嚟今年咧凍結加價。嗯，喂，咁你咪贏曬咯，贏曬噶啦。有陣時我係懵在咧，喂，點解而家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唔休養生息？喂，你真係好難懷，好難怪人哋有陣時懷念過去嘅日子嘅，真係噶。喂，有政治噶嘛，唔係死咕咕啊嘛呢啲。喂，啲公營嘢嚟，政府唔好俾你加啦，公屋又話加。急症室又話加，乜撚食都話加。你老尾嗱呢嗱佢哋加咧就當然啦。嗱呢度都冇講啊，其實咧呢班港鐵咧嗰啲咁嘅管理層啊，其實咧喂啲分紅花紅係好撚勁嘅啊！即係過去我哋睇過。好啦，佢呢一達標又分咯。好啦，政府我就唔覺得你哋同我有咩勾結啦。但係咧就係、是、又係嗰啲啦，即係嗰啲。我唔知啦。如果你 A.O. propose 嗰啲政務官嘅，你李家超有冇呢個諗法先？政治嚟噶嘛？呢啲係嚇，咁好明顯就冇啦。我要尊重嗰個機制咯，嚇呢啲咪我所講嘅一本通書睇到佬，而家咁嘅形勢嚇，喂、啊、真係飯都冇得開咁滯。根本就應該就係咁啊！如果每年你賺錢，係啊，可能多過唔知幾 percent 就唔俾加價。係啊，根本係啊。係啊，應該就好簡單嘅咋，係啊。你公營佢機構嚟啊？喂，老實講啊，你啲咁嘅公營機構賺幾多有咩幾關係啫？你個市面一好，即係譬如我哋成日強調，喂三條隧道，而家我都唔中意㗎。你不如全部喂30蚊，全部20蚊咁樣，或者唔使錢，甚至乎個心情一好，啊個市面一好，你方你税收收得少咗咩？係嘛？好啦，咁啊，另外咧。香港快運咧，喂，香港快運 Hong Kong Express 係咪廉航嚟噶？嗯，佢係邊間噶？唔係國泰噶嘛？香港快運各位網友知唔知啊？定係一間獨立嘅公司咧？應該唔係國泰嘅，我記得係啦。嗱，佢咧就指出咧，客運力咧已經恢復到疫前嘅140%。嗱，主要咧，佢哋而家咧5% 就飛內地嘅。70% 東北亞即係日本、韓國，東南亞就25%。OK， 好啦，佢哋咧準備推出獎金。OK， 佢啊新人獎，希望咧吸引多啲本地嘅員工。至於非本地補貼咧，亦都會提高競爭力。OK， 即係喺外地員工啊，或者本地員工喺外地飛啦啊。目標在年底前咧，請多500個人 ，OK。當然都會增加內地的人手，點解啊？因為他哋準備都要發展啊內地嘅，因為而家佔得5% 太少了、嗯啊、好啦，咁作為一個廉航 ，Hong Kong Express 係邊個嘅？國泰啊，真係國泰啦。有時唔得啊嘛，有時唔點啊。作為一個廉航，佢反而咧喺呢一刻咧就揼咗上嚟啦 ，OK。
咁其實有咩啟示就好簡單啫，即係 40% 喎，仲要啊，有啲人係秒鳩國泰，不過未必知道國泰原來都係真係收購啊咩啦，最主要就係平，嗯，好嘅，同埋咧，你睇啲地方，嗱5% 係內地，70% 係東北亞，25% 東南亞，咁我哋諗到嗱，你問我咧，我就自己可以揀，我唔特別忙嘅，可以揀嘅話，即係做嘢嗰啲冇辦法啦，有陣時大權嗰啲就。後生仔佢會貪平，亦都唔介意會坐逼少少啊！佢哋去嘅東北啊、東南亞，你話有咩啟示啊？咪啲後生仔屌你老母坐落鳩咯，少翻大陸噶嘛，相對地，同埋好多人去旅行咯，嚇、啊，去旅行咯，出去玩咯，搭廉航咯，哇！出邊消費又抵咁多，啲紙水又咁抵，佢依家點解點解唔玩啊？嗱，呢樣嘢就真係死！仲有係越短航嗰啲人就越搭佢廉航，係啊，因為我唔使咩啊，好快就落機啊，我想乜咁舒服啫？係嘛？你譬如兩三個鐘，我去韓國、去日本4-5個鐘頂得順啊嘛，後生仔4-5個鐘我都頂得順啦，唔使話一定要搭咩 commercial 嗰啲㗎啊！好啦，即係老實講，有啲就死局嚟嘅，即係你而家個匯價咁高咧，我哋係嘛？咁啊真係好難話，即係本地可以消費到。即係我琴日講過啦，好似我哋啲澳門網友咁，其實澳門仲大鑊，不過澳門佢本身人口少啊。嚇、啊！佢賭場收入當然唔夠以前咁樣啦，但係都足夠養啊嘛！你香港嘅大件事啦，啊，好啦，都話要講少少啦。嗱、啊，呢條撚樣咧，我真係唔想講啊！一嚟又有危險就唔會危險嘅，即係勞氣啊，陳宏毅基本法委員啊，港大法律學院嘅好似講座教授定點樣嘅啊，即係老實講啊，都喺啊呢、這個法育嘅。法律的教育界的或者叫法律界啦，即係法律係啦，法律界啦，法律教育啊嘛，真係其實都是一個啊殿堂級的人物嚟嘅，咁但係睇住佢啦，係嘛啊？你話佢喺啊基本法起草嘅時候，我細個啦，冇乜遺意啦。喺1997之後咧，啊佢真係好嘢嘅喎，佢真係可以好審時度勢，喺唔同嘅形勢會有啲唔同嘅演繹嘅喎。好神奇喎，但永遠一定係跟住個主旋律嘅。OK， 好啦，佢話關於呢個解話23條咧，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咧，市民最需要留意係煽動罪，以免誤墮法網。嗱，你真係此言甚差，誤墮法網。咁其實咧，阿陳宏毅你就一係就收聲啊，即係話咧。其實你墮法網真的有機會誤的、嗯、喂，如果咁樣嘅話咧，咁呢一條法例咧就應該寫得麻麻地喎。如果唔係點會誤墮啫嚇？好啦，陳宏毅寫文啊，佢話咧條文篇幅冗長，條文繁多嚇、啊，但係對比英美等大國嘅國安法律係相對簡單同埋容易了解。佢作為一個法律學者，好嘅。咁啊係啊，英文我哋冇咁好啊嘛，梗係難了解啦。睇中文係咪容易了解啲咧？咁啊睇下個人吸收力啦。我就自問都唔係好了解啦。啊，佢認為市民最需要留意係煽動罪嘅條例，因為新例講明咗構成煽動罪嘅必要因素咧係唔包括煽動他人使用暴力嘅。咁係我哋嘅特色啦，因為全世界煽動罪咧，包括你講難以理解嘅英美法律咧，其實咧。都一凡身涉及煽動罪咧，一定係有暴力元素嘅。嗯，係好啦。市民發言時咧，應該留意法律標準。咁個標準係邊度咩？嗱，如果你個標準係涉及煽暴力嘅，咁咪容易啊。嗯，但我哋唔需要涉及暴力噶嘛。個標準喺邊度咧？你陳宏毅，你要解釋就唔該解釋清楚啲啊。我好想知，以免誤墮法網。不過發表對政府嘅建設性批評。或者改良建議咧，係唔會構成煽動罪行嘅。又係呢一樣，發表對政府嘅建設性批評，批評咧就唔一定要有建設性嘅。嗯，批評就係批評。啊，你要有建設性嘅批評，係咪屌職員佢要拎個方法出嚟咧？嗯，但我。啊批評佢都有建設性啦，等你知道啲問題所在。係啊，又嚟噏曬。喂，其實建設性。其實第一，我哋唔係做政府，我冇必要去建設性嘅。嗯。第二，
我認為有建設性，你不認為又怎樣？譬如我認為撤銷國安法，撤銷廿三條，很有建設性，因為現在的外國勢力就是在說這兩件事嘛，是吧？那當然我們不，你不會這樣做啦，我也不希望這樣做，因為我們維護國家安全，我們這麼危險現在，是吧？打到你這麼厲害了，那何謂建設性？好了，同埋要改良建議。喂，咁我諗得到我做你個位啦。咁咪就係、是，係嘛？老實講，如果我即係任何人嘅批評對政府，政府根本就唔需要理佢有冇建設性。你聽完之後 ，OK， 係有啲問題喎。嗰雖然未必你能夠諗到個方法係 settle， 即係去再安定佢。但係如果你能夠令到當頭辦學係唔對路喎。那個就建設性咯，嗯，係嘛？我何來有改良建議啊？有亦都未必諗到，真未必有啦。我自己，所以其實咧，阿陳宏毅，你真係唔好講啊！你越講我真係越亂啊！喺和平時期咧，叛國罪嘅檢控咧好罕有嘅，認為市民無需擔心。和平時期叛國罪好罕有，認為市民無需擔心。咁而家算唔算和平時期啊？喂，而家隨時打到嚟喎，我真係覺得，嗯，係嘛？你睇下。屌你班又有幾個中國公民又係咪百幾爛攤啊？又賴嘢啊！周圍到處處戰火蔓延啊，係嘛？休息一陣。